你别笑。喂，郑涵，你相亲的时候能不能搓个澡？我都看不下去了。我洗不洗澡跟你有啥关系？你不搓是吧？我跟你搓。你们要搓澡的？在后面。你干啥呀？这个？对。这不行，他太久没洗澡了，搓不干净。嗯。这还差不多吗？有没有大的？来抖音极速版，看视频领现金。